生前，为何业力会现前，又为什么冤亲债主会来找我们，而且选在往生那一刹那。是出是法，情理都相同。你有很多冤亲债主，你现在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不来人，为什么呢？他等待机会，你现在还没有发达，来找你也没用处，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，他就来找你要债了。如果你说你要出国移民走了，他马上就来了，为什么你走了以后他再找不到你了？你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不就移民到极乐世界去了吗？那这个麻烦大了，他以后找不到你了。所以你还在没有动身之前，全都来了，都来找你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要晓得，平常我们跟一切人、一切物少结怨啊，包括这些动物啊，你杀害它，你不要以为啊，这小动物一个蚊虫一个蚂蚁算不了什么，它也是一条命啊。你在往生的时候，它也来找你，你还没有还它命呢。这欠钱的还钱，欠命的还命，你欠的这一大堆债都没有还清，你想走他怎么肯饶你？绝对不肯饶过你。那么也有很多人往生的时候平平安安走了，冤亲债主的时候好像的时候也没有过分找他麻烦。我们居士林老林长这就是个例子啊，陈光别老居士往生的时候不是没有冤亲债主啊，冤亲债主很多啊。为什么这些冤亲债主不障碍他呢？因为他天天念经拜佛，把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缓和了啊，这些人得到安慰了。行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，做佛者回来度我们，所以就不太找麻烦了吧。你要没有这个念头，这些人饶不过你的呀。佛法讲十法界，十法界就是十条路，临终以后会到哪里去？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，就在最后一念。最后这一念谁能有把握？确实没有把握。所以人临终啊，这个是真正是大事啊。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？你怎么个去法？这个是大事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，要修福，要积功备德，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啊，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，不迷惑，不颠倒，临终有善知识帮助，这大福报。如果没有福报的人，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，神志不清，这个就很麻烦，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。他神志不清，迷惑颠倒，决定得不到。如果这一生
修集的功德殊胜，你转世就是说你来世的生活环境一定比这一生好，殊胜多多啊，你有福报。如果你造作是一些罪业，你去转世那个环境一定还不如你现在的生活环境，你会过得更辛苦。至于到哪一道去，去受僧，到哪一道去转世，这个决定在自己。在自己的念头，孔夫子所说的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他也说明这个道理。无量无边的法界，你跟哪一个法界相应，我们谚语里面讲啊，你跟哪一个法界情意相投啊，你就入那个法界去了。你们志趣相投吗？你看喜欢念佛的人都到念佛堂去，大家对这个有同好嘛。喜欢赌博的人都到赌场去，喜欢跳舞的人到舞厅去，这就好比你去受身，你去转世，你往哪里转？往你喜欢转的地方去转。每一个人的喜乐不相同啊，那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事情，确实是有一部分人呢喜欢财富，喜欢财色名食睡，喜欢这些东西，那么这是佛法讲的贪爱。贪爱的心中到魔鬼道去了，为什么呢？鬼里面个个都是贪心，所以你跟他相应，自自然然跟他就相合，你转到那一道去了。嫉妒嗔恚心重的，这个与地狱相应，愚痴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、邪正、善恶，甚至利害都搞颠倒了。这种人也比比皆是，他与畜生道相应，懂得做人的道理，守住做人的基本德行，它不是人生，来生还会到人道，
来转世。如果道德理念高的，他就到天道去转世。懂得念佛的道理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转世，这是第一殊胜。转世里面那是无与伦比的，诸佛都赞叹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，摆在面前十条路啊，十法界，你死了以后你到哪一个法界去，这个要有智慧，要有选择。每一个法界里面又很复杂了，里头有无量啊。你说我选佛法界好，不错啊，佛有无量佛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你到哪一个佛刹土去呢？我们今天是老师替我们选择的，我们依教奉行。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选择阿弥陀佛的净土，我们怕什么？纵然灾难现前，有人说这个世间会爆发核子战争，核子弹在空中爆发，我们像看焰火一样看得很快乐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一点恐怖都没有啊！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远离恐怖妄想啊，所以灾难临前不恐怖，自己才能做得了主宰。如果灾难现前自己一惊慌一害怕，完了，三恶道去。我们今天练这个功夫啊，什么样的灾难现前都不惊不怖，心是定的，有主宰，决定有好去处。如何帮助年迈父母对佛教升起正信，临终能遇到善缘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这个提问问得好啊！有这个提问，我们能够看到你对父母的孝心，能把父母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大孝啊！在孝顺父母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。父母生到西方就做佛去了，不但是永远脱离轮回，他永远脱离十法界。实在讲，这是每一个念佛的同学对老人呢都要有这一份心啊，这是大孝之心。那怎么去影响他呢？必须自己要振作，从自己做起啊，是从我心做起，从我身做起，感动尤其掌握到机会机缘，父母在欢喜的时候啊，或者在吃饭的时候，
悠闲的时候啊，要多讲一点念佛求生净土的道理啊，这个往生这个殊胜果报的故事，像这个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，当然最好的是近代的，眼前的《念佛往生瑞相细游》啊，这些听了的时候很能感动人，多说这些故事让老人听，劝导老人认知念佛往生是无比的殊胜，他才能把万念放下，一心专念。家里的父母亲年纪大了，又有类似要老人痴呆症，怎么跟他和解？这个很麻烦，这个自己啊，一定要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来回向给他。平常我们回向，这个回向要是没有具体的功德了，那个回向不起作用。你看，愿意持功德，什么功德？那什么功德吗？啊，没有功德不行啊，那回向都会落空啊。那最好的功德的时候呢，是自己依教奉行。你看这个《地藏经》上就是好榜样啊，婆罗门女、光目女，她自己真修啊，真干啊。那他那是真有功德，他把那个功德回向了。啊，我们光是念几句经文，这个没用处啊。婆罗门女，你看她能够在定中见到这个鬼王，告诉她她的母亲升天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们看经文上，他是虽然念佛的时间这一天一夜了，一天一夜的时候，他念到一心不乱了。啊，所以鬼王称他菩萨了。他要不到那个境界的话，他看不到地狱，只有菩萨才能见到啊！你就晓得那个心之真诚，真诚心，弥陀经上讲的嘛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嘛。他能在一天一夜的时候他就达到转凡成圣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，他母亲升天了。那么光目女是在梦中境界，梦中境界那功夫就次一点了。在我们一般讲的时候，他的功夫是我们讲功夫成片，他没有得一心，得一心才真正是菩萨，他那是功夫成片，所以他的母亲还再回到人间来，啊，生在这个下贱之家，寿命只有13岁，再转世，他没有那个婆罗门女母亲那么样的殊胜，就是他的功夫没有达到了。你从这个地方想的时候，回向要有真实功德，没有真实功德，你拿什么回向？这很重要，所以心地要真诚，决定不能有丝毫虚伪啊！这还非常重要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我们念头一转呢，真是都说无量功德，就是念头要真的转过来，从今而后啊，为正法救助，为普度苦难众生，为他们服务，绝对不为自己，这个功德就很大了，就转过来很大了。啊，如果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贪嗔痴慢，这不行。
这个不管你怎么做的时候，你那个功德谈不上的，只有一点福德。福德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福德救不了这个事情。这个坛经上说，此事福不能救啊，此事是生死大事了，福德没办法，要功德。功德是你整个念头转过来。请问皈依证可以随着亡者入土吗？如果这个皈依证上没有印上佛像，可以；如果印上佛像呢，就不可以。是在讲呢，这个先人的皈依证，这个儿孙呢留下来也是最好的纪念。如果儿孙也学佛，可以把它供养在这个佛像的旁边，这是孝亲孝子，常常念叨过去的父母，把自己修积的功德回向给他，也常常提醒自己断恶修善。亡者棺里加一些香塔、沉香柴、鲜花，或加库斯纸钱，哪种做法如理如法？棺材里头可以不必加纸钱，加这些，像这些干柴啊、沉香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好，加上这个好，这个。出家人呢，法师过世的时候，棺木里头用这个，不用纸钱。在内蒙古地区，送亡者去火化时，举着梵盖，上面有佛菩萨名号，请问这样是否如法？应如何做，能使亡者亲友升起信心？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，那么应当呢，亲戚朋友大家习惯是当地，要用当地的这个礼俗来做，大家心里都欢喜。用其他地方的时候，那你要先说，先不加以说明呢，别人就会见怪。这一点要懂得。那么这样亲友能够生起信心，对于亡者我关系很大。如果亡者修行如法，临走的时候瑞相稀有，大家看了就会生起信心。那么还有一些感应很多，也足以能叫人生起信心。关于犯人，想必是判处死刑的犯人，在临终之前将其有价值的器官出卖，得到一笔钱留给家人，而这些器官可用于有需要的活着的人。有居士想做这样的事情，请问这样做的行为是否应该？因果关系如何？如果犯人是以自己的爱心想出卖器官帮助家里人，这个心是善心，是值得赞叹的。临终发这个心是个好心，要想一想，这个各界的痛苦能不能忍受？
能不能不生成慧心，关键在此地。这是实实在在讲呢，是影响啊下一世去投生，下一世到哪一道，这很重要啊。这是世间人家开玩笑，这个玩笑开不得的啊，所以一定要慎重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人在命中之后，一般讲呢，神识大概都在8个小时以后才会离开身体。神识离开身体之后，这个身体是纯粹属于物质，他不知道痛痒的。如果神识没有离开，虽然是断气的，甚至于现在这个医疗设备诊断呢，他的这个脑部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宣布什么呀？脑死，脑波是停止了，脉搏也停止了，呼吸也停止了，神识没有离开呀。神识没有离开，他知道痛苦。你这个时候各界器官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生后悔的心？会不会生嗔恚心？关键在此地。如果在这个时候生嗔恚心，这个人一定堕恶道啊。